抓住了啊，别松手！人家干死他！猪头啊你！死了就不值钱了。论斤卖还是论个卖？哈哈哈哈哈！哎，这大玩意能吃吧？就知道吃。 这个泡酒啊，峰哥，大补啊！补个屁呀！他跟子墨姐都分了，嘿，哪壶不开提哪壶。哎，峰哥，我有办法让你跟子墨姐和好。子墨姐，我就知道子墨姐肯定对这玩意儿感兴趣。耶！ 真有你的呀！怎么样，你这科学家都没见过这么大的章鱼吧？峰哥，你在看什么呢？那俩灯泡也忒亮了。哎呀，走走走走走！别！晚上想吃什么？手拿看。这条章鱼太不寻常了，它不是一条普通的章鱼。你打算怎么处理它？我把它送给你做研究，怎么样？换你今天晚上留下来陪我吃个饭，要不然我就只能把它给卖了。卖了？不能卖。哼，我就纳了闷了，我看你关心这条章鱼比关心我还多，你心里就只有研究，我还比不上一条鱼吗？这条鱼到底有什么秘密啊？ 啊！你怎么这么多废话？我可警告你啊，先别急着卖，无论谁找你，出多少钱都不行，听见没有？听见了，听见了。你稍等一下啊，菜马上来，马上来啊！你这又是何苦呢？早卖给我不就没事了吗？他就是你的克星，让我来帮你解决他。哇！快，中传！ 哎，钩子起来！有鱼，有鱼！啊，快点！好多鱼啊！快来，好多！啊！妈呀，4只眼！林董，这张仪变异的不可思议啊！赶紧解剖！林董，先不要杀他，留着活体会给我们带来大量的数据，对研究变异非常重要。你将是最伟大的科学家。小家伙，没想到你还能自我修复伤口。 子墨姐，根据沉船和餐厅被袭事件，还有胡子刚子尸体上留存的不明袭击物 DNA 对比小章鱼的 DNA， 4组基因数据显示，海底不明生物与这条小章鱼是母子关系。根据染色体端粒长度，大章鱼的年龄大概在75岁，普通章鱼的存活年龄是3到4年，如果活到75岁，是什么原因变异啊？ 露娜，最早的核泄漏事故是在哪一年？可以完全排除是核辐射变异的可能性。小章鱼的身上并没有任何放射性元素。人类有记录的 DNA 研究，也只有60多年。难不成，在这之前就有人研究？ Everyone. Aim your weapons at the surrounding of the little octopus. Throw him into the sea. 不要！将军，不要！少峰，子墨，我爱你，3分钟一定娶你！啊！少峰，少峰，少峰！啊！去！杰斯！Everyone take a break. You and you stand guard. Move! Go! That monster! How can it be so far inside of pain? fooled it! Lin, hurry up and verify it was born 75 years ago! Sure. Of course! General, I fooled it! This is it. The day of reckoning that will change the fate of humanity forever. Doc. Impossible. Impossible! General! Fucking lied to us! Come on, beast! 快走！怎么快关门？ 怎么？帮我证明，我爷爷成功了。Then prepare the final test, and use the real reagent this time. Dad, don't hurt him. Please. Right now! Results. I'm running out of patience. Okay. Give it to me! That's something.